车可以到这里。今天有一个特别计划，要拿小米，小米新手机，我们来试试看，小米那只 5G 的新手机，能够拍出一支怎么样的那个登山影片？北风啊！好，因为到了这么美的地方，如果还拍不好，那就没话讲了。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评测手机，他们都只能在旁边附近的公园拍。我觉得那些的拍摄画面太朴实无华了，且枯燥。你真正要测一只手机，你就是要带着它到山上去，去拍星空，去拍那种真正全黑、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画面，还能够把画面拍好，那就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手机了，然后最真实的评测了。小风口到登山口需要走一小段的，还可以啦，不会太远。比起其他的山登山口来走那也就是北风嘛。北风啊，很多人在上面拍黄昏的婚纱、欸，超冷啊，那个一定有背弓把它背上去的，超硬的、欸。对啊，不然你如果说要那样子，早就已经新娘跟新郎都上了，冻死了。所以我这次才有全新的动力，带着这只小米。来自绝佳的美景拍摄一场手机登山的影片，相对的许多评测只是在朴实无华的公园或者是在他家旁边，这样子实在是愧对一只好手机啊。目前你看到的这些蓝色天空哦，其实是要戴上墨镜才有一样的感受。那我只能说小米的手机色调比你现场看到的还要饱和，或者说我的眼睛本身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饱和，但是在这个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是比我肉眼看到的还要舒服。前半段有许多树枝跟遮蔽的地方遮蔽了我的视野，那这里我就迅速通过了，享受最末端的黄金大草原，这就是北风的魅力，就在末端处。 0.1K好，你就一手啦。我这个朋友啊，真的是胆识不错，单眼相机竟然没有绑背带，随时随地60000块就会掉到地上摔烂了。要光穿梭的感觉。好，这是今天的北风。蓝天才有这么多人，合欢山的停车场都塞车。对啊，都已经爆满了，绝对不是工商这一台，是在介绍 POPO 小米那一只新手机的画质，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画质是小米的画质，绝对不是这个的画质，所以有时候观众会有这种错觉，哇，这个画面是用这一台拍的，那种错觉，还以为这个很暗这样。所以到来第一个采购人员还在眯眼，很蓝欸，真的很蓝欸，傻眼。掉下去就好笑了。合欢山北峰是百岳之一，但是因为交通太方便了，直接开车过来停在路边就可以上来，所以因此传说中有些人认为这不算是百岳，他的心中认为这不叫做百岳。如果有一天大霸尖山直接盖一个缆车可以上去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认为这不是百岳了。所以在爬山这个部分有些人爬山一定要非常的虐待、自我考验的路，才能够让他感觉到优越感，高人一等。因此，看景跟挑战两者是有人切割的很清楚，而我是喜欢看风景居多的。那如果带有一些挑战，练练身体也是不错的。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突破突破，没想到爬过白毛山之后还是很累耶，爬过白毛山之后还是这么累，所以没办法。高山单工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自己的水准的。啊，看，借我这一只手机的主人，他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
所以他把他的心放在上班鸟这里，才有今天这一只手机可以拍。用小米，小米的主人不在这里，所以他借我拍。他也走不动，他跟罗志祥都练级。你看你现在后面的云海多美，超屌！真的是走十步休息十分钟。我们好废哦。这个完全是肺部的吸气数不够，像50cc 一样吹不上来。嗯，对、啊。要大口呼吸耶，才有办法维持不头痛啊。感觉我们比老人家还要废。突然间比那些阿伯不如。对啊。我们欠缺训练，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那种有的人说啊，人老了就怎样不行，我觉得没有，那是你的生活态度的问题。嗯，没错。你去看那些登山的人，当你一走到那些登山的时候，你看那些老人，每一个老人都比年轻人还强，对，比那些坐在办公室的年轻人还要强。来测一下它的前镜头啊、哦！它的前镜头竟然没有广角哎，它的前镜头只有一个而已，只有一个定焦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前镜头这么窄哎，那只能自己插这一根哦，自己插自拍杆，很像金箍棒，就是这一支啦。插了这一根杆子之后就比较可以，就变这么广了。现在很多前镜头都有两颗啊，一个广角。前镜头的话只。哦，你看这个感觉超重。在两年前使用小米 F1 拍摄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拍摄观念跟剪辑的想法，就是单纯的记录而已。因此回去剪片的时候，常常会剪得很想放弃，或者说拍了一大堆用不到的素材画面。就像早期按快门，也许要按个1000张才能够抓到画面，而非精准的抓住最关键的一些重点画面。我们拍那个最远的看板，北风的看板最有名的。那两年过去了，再次拿起小米手机，现在的手机又多了广角的加持了。我不用在手机外夹广角镜头了，拍摄也更轻松更快速了。那我觉得拍摄的思维其实是蛮重要的，器材反而不是那么的绝对、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就是广角的饱和度跟望远端的饱和度两个所呈现出来的色调差蛮多的，我这边都没有做调整。这一次的拍摄就是最基本的工具了，三轴加手机啊，三轴把手机夹住这样，那可以让一些运镜达到更轻松的完成，例如说锁定关键帧、定住视点，这些名词比较像是 Insta 当时所学到的，还有转画面的时候不会像手那样不受控，所以要把一个影片拍好，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有三轴，现在三轴都很便宜啊，2500块就能够轻松拥有。想当初买这支智云的三轴，
居然要8900。很多朋友都说，哇靠，你买得下去哦。不过当年的技术就是这么昂贵，那随着过了几年数位稳定出来之后，这个技术就变得很廉价了，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2000多块就可以轻松拥有了。假掰的色调特别爽，对不对？有没有瞬间帅了？帅了，瞬间变苍蝇？真假的？眼睛很大，很大。我们来给他戴眼镜。都九三到来，好累哦。哇，好热闹的山顶哦！赶快来看看这个牌啊！玩这个了，我、不用，我今天的新计划就是用小米这一支来拍出一集影片。好啊。最后这个黄金大草原真的是非常值得哦。那我觉得现在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加班，赚了一些钱，然后买了很昂贵的设备，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可以走出来，没有时间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哦，时间都奉献在给公司那边，被公司压榨走了。我觉得这样是很可惜的。你有好的设备，你一定也要有你自己的时间，让你的娱乐跟你的生活还有赚钱这三方面是均衡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这一次的拍摄主要都是白天跟黄昏的摄影，夜拍的部分没有发现例如像 Realme X3 那样为之惊人的 AI 功能，不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支影片，白天我再来找个时间拍一些夜景，夜拍再来 PK 一下跟 Realme PK， 那之后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Realme 跟小米之间的 AI 谁比较厉害了。那这支影片主要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一支手机加三轴拍摄旅游影片，其实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完成的。那以上心得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之后各位再期待夜拍的介绍咯。